澳洲东海岸今年2月开始遭受恶劣天气侵袭，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斯州面临千年洪灾。 大水退去，灾区满目疮痍，受灾居民的无奈也写在脸上。慈济志工主动协助清扫。时隔3个月，澳洲入冬，但雪梨的慈济会所却飘来粽香。 慈济澳洲分会发起诉讼义卖募爱行动，当地侨界共襄盛举。年初2月份、3月份的西南威尔斯的水灾很严重，那复健的路很漫长。慈济愿意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觉得应该给予支持。但是我们对这个包粽子这件事情，我们并不是专业，但是我们也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，来表达我们对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安排，还有这样的一个善心的一个支持。 10天的时间，志工卖出将近5000颗素粽，人文学校的家长尤其捧场。觉得是蛮有意义的，可以帮助别人，然后也可以帮助自己，因为我不会包粽子。在有能力之下，我觉得帮助能帮助别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心情很愉快，可以帮助到别人。粽爱汇聚，让善的能量继续在水患灾区传播开来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林美凤、叶丽丽，澳洲报道。